女人追求完美身形，这些举动好惊人。新娘要穿那个礼服啊，挤出波涛汹涌，终极武器叫做风箱胶，里面缠，你知道吗？整个发炎、细菌感染啊，按下去啊，它就会通电，捆整个腿，全部会动，哇！然后你的腿就会这样一直电，然后追求翘臀，觉得背这个杠铃背越重会越帅，听到咔一声，然后就是伤到脊椎的尾端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